近在这里。啊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哦，大家没有点关注，可以点点关注。如果有喜欢我，可以点点关注。然后我给大家跳一支舞蹈，然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的。辛苦了，妙妙了，大家给瑶瑶和妍希也点一点关注，给麦上主播都点一点关注。我闭麦了。哦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球，但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可以点点关注。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关注，电脑用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。点关注，还差四个就到5900了，咱们点一点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一点。还有手机的话，有个点心的地方，大家帮忙点点心好吗？我每天的心可少了。善良又帅气的小哥哥们都在点关注了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吧！
感谢哥哥点心，点点关注啊！你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不要嫌弃我就是胖，我像我这种肥嘟嘟的人也是挺好的，可有好处了都。就冬天的话抱着不会冷，夏天的话还肉肉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点点关注了，我要跳下一支舞蹈了。喜欢我的宝宝可以点点关注。我是不是说话不够温柔啊？所以没有人给我点关注。我觉得我还好吧，其实。感谢正在的公会票。好了，给大家跳下一支舞蹈了。跳什么？这个吧。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击右下角的关注，电脑用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。点点关注了，小宝贝们。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去了，大家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。我虽然跳舞不是那么专业，但是我比较会说话呀，对不对？会聊天也是一门，就是一门艺术，知道吧？可
可以，如果你不开心的话，如果你失恋了，如果你没有女朋友，你可以点关注，回去我教你怎么撩妹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就试一下啊。啊，好了，我们要跳下一支舞蹈了啊！不废话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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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个什么？来，稍等一下，找一下音乐啊。这个。是不是好多人叫木易哥呀？嗯，我觉得叫木易的人挺多的。